我是卡洛老师，是一位复合媒材艺术家。我主要的艺术创作其实类型非常多，从平面的绘画到半立体的刺绣，到全立体的一些比较像是陶艺类或者是各种媒材的结合，做出一个新的作品。然后我觉得创作是自由奔放的，回归自己最初的样子绝对是最美好的。